小看，阿兄仔料理时间只要实在水，我就会出现。把咱的面来先放落，啊，这料理包再揽袂。后壁有龙听，我不会啦，这都不会。油哦，先放几包油。等下，我用去用什么来做的？是隐藏版的法式名菜，外面是酥酥脆脆的，好赞哦。在台湾的故事就在星期二晚间10点，三立台湾台29频道热烈上映。